嗨，各位，我是读书仔。这堂课要讲的是国中初中二历史课舍加勒的第二课 Bab Duer Kegayan Hasil Bumi Mendorong Campurdangan British 天然资源的富裕推使英国人的干政。好，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课文内容。这堂课可分为五个单元。首先在第一个单元 Dasar Campurdangan British di Negeri Negeri Melayu 英国干涉马来政权的政策，要讲的是为何英国要干涉马来政权。第一个原因会在单元 1.1 Kegayaan Hasil Bumi Negeri Negeri Melayu Menarik Perhatian British 马来国天然资源的富裕吸引了英国人的目光里提到。在单元 1.2 Revolusi Berindustrian Mendesak Campurdangan 工业革命推使干政，会提到为何欧洲的工业革命会促使英国人对马来国干政。第三个因素会在单元 1.3 Terusa Suis Dan Gabah Wat Melancarkan Persaingan苏伊士运河与蒸汽船加速了竞争，会提到苏伊士运河和蒸汽船的建立与发展如何加速欧洲的竞争。第四个因素会在单元 1.4 跟宾邦安将不单安瓜瑟埃罗巴莱恩其他欧洲力量的干政所造成的焦虑中提到。单元 1.5 巴杜加兰格拉加门乌巴达萨 British 政权的变更改变了英国的政策，会讲到英国的政策的变相如何发生。还有在单元 1.6 的沙干不大干们不这八江不当案，商人给予的压力加快了干政，也是英国人对马来国干政的因素。在单元 2, 格阿德安迪佩拉斯朗罗能够立省比兰丹巴行们不立不乱江不当案，霹雳雪兰而森美兰和彭亨的形式提供了英国干政的机会，会提到霹雳雪兰而森美兰和彭亨在当时的政局如何提供了英国人干政的机会。首先是在单元 2.1 格迪达斯达比兰迪佩拉霹雳的不稳定局势。接下来单元是单元 2.2 波浪格浪迪斯兰哦雪兰而巴生的战争。单元 2.3 布巴拉罕迪苏埃乌中那格里森比兰森美兰州苏埃乌中的斗争。还有单元 2.4 British 兵邦布达巴干瓜瑟埃罗巴拉恩迪巴汉英国人担心其他的欧洲国家在彭亨的涉足。在单元 3 勒西登蒙古嘎瓜瑟苏丹党本布萨参政司动摇苏丹和大臣的权利，会讲到勒西登 British 英国参政司在各个州属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如何剥削苏丹与大臣们的权利。在单元 4 布古古汉瓜瑟 British 门拉瑞本本多干Negeri-negeri Melayu bersekutu 通过设立马来联邦巩固英国人的权利，会讲解 Negeri-negeri Melayu bersekutu 马来联邦成立的经过。最后是单元五本本都干 bersekutuan mencabar kewibawaan Sudan 马来联邦的成立挑战苏丹的权威，会讲解马来联邦的成立如何影响苏丹们的地位。好，以上是课文内容的概述，让我们开始课文。现在让我们进入单元一 Dasar Campurdangan British di Negeri Negeri Melayu 英国干涉马来政权的政策。 Campurdangan bermaksud melibatkan diri secara langsung dalam pentadbiran negeri lain 干涉的意思是直接参与其他国家的管理。 Sebelum tahun 1874 British tidak mengamalkan Dasar Campurdangan di Negeri Negeri Melayu yaitu NNM 在1871874年之前，英国没有采取干预马来州 NNM 的政策。Tetapi pada masa itu mereka mengambil negeri-negeri selain yaitu NNS yang terdiri daripada Pulau Pinang yang dikuasai pada tahun 1786, Singapura yang dikuasai pada tahun 1824 dan Melaka yang dikuasai pada tahun 1824. 然而在当时他们却夺下了海峡殖民地 NNS。 他们分别是在1786年所得到的槟城，在1824年所得到的新加坡，和在1824年得到的马六甲。Pada tahun 1873, Parti Konservatif ambil alih puncak pimpinan kerajaan Britain daripada Parti Liberal
在1873年，英国保守党从自由党手中接管英国政府。克拉江巴鲁阿玛干达萨江波当安德哈达 NNM 新政府的政策是对马来政权进行干预。现在让我们来探讨巴多普迪斯江波当安提达纳马拉尤英国干涉马来国政权的原因。巴多扬波达莫耶拉格加亚安布米 NNM 第一个原因是马来国丰富的天然资源。巴多扬格多耶拉雷沃鲁西伯印达斯里安迪比顿第二个原因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巴多扬格第一个耶拉奔布甘安德鲁苏伊斯第三个原因是苏伊士运河的开发。巴多扬格恩巴耶拉奔吉达安嘎巴瓦第四个原因是蒸汽船的发明。巴多扬格利莫耶拉布塞安瓜瑟埃罗巴莱第五个原因是其他欧洲国家权势的竞争。巴多扬格恩南耶拉布乌巴罕达萨布里蒂斯迪兰顿第六个因素是英国伦敦政策的变动。巴多扬格都就耶拉德萨甘伯达甘比蒂斯格利格利舍拉第七个原因是海峡殖民地的英国商人给予的压力。接下来的课文会针对这些因素进行讲解。现在让我们进入单元 1.1 格加亚安哈修布米格利格利马拉尤门纳利布哈迪安比蒂斯马来国天然资源的富裕吸引了英国人的目光。格利马拉尤加亚等哈修布米什伯迪比吉迪马尔马斯比吉伯西达阿兰巴杜马来国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如锡、黄金、铁矿和煤炭。卡瓦桑乌达莫哈修比吉迪马阿德拉迪佩拉拉鲁丹金达迪帕亨苏埃帕亨丹苏埃伦宾迪斯拉奥夸拉伦波安邦丹布萨林迪纳格利省比兰苏埃乌中西矿主要的矿区就有霹雳州的拉鲁阿金达、彭亨州的彭亨和伦宾、雪兰莪的吉隆坡安邦和白沙罗，还有圣美兰州的苏埃乌中。港湾上乌达莫尔马谢拉迪乌鲁德柏林巴亨黄金主要的矿区是彭亨州的乌鲁德柏林 British 伯本达巴伯鲁斯格勒门瓦瑟伊纳格里佩拉帕亨斯兰奥达纳格里圣皮兰斯伯隆帕瑟布米印尼加多格丹纳瓜瑟巴拉扬莱恩英国认为应立即取下霹雳彭亨、雪兰莪和圣美兰的控制权，以防止土地落入其他西方强国手中。现在让我们看看各州属所拥有的天然资源的地方。首先是 Perra 霹雳州的拉鲁和 Kinda 在当时拥有大量的锡矿。地图上显示的是 Perra 州拥有锡矿的地方。接下来是 Selangor 雪兰莪，在当时雪兰莪的瓜拉伦布安邦和 Badaling 拥有大量的皮吉迪玛锡矿。地图上显示的是雪兰而是拉奥拥有天然资源的各个地区，在纳格利省皮兰圣美兰州的苏埃乌中，在当时同样拥有大量的比吉迪玛锡矿。地图上显示的是苏埃乌中在圣美兰州的位置。在帕亨、彭亨州的苏埃帕亨跟苏埃伦宾，在当时拥有大量的比吉迪玛锡矿，以及在乌鲁等柏林，在当时拥有大量的阿玛斯黄金。地图上显示的就是彭亨州各个矿产的位置。好了，以上是单元 1.1 的讲解，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课文。这是单元 1.2 Revolutionary Industrial Mendesa 讲播档案工业革命推使干政 Revolutionary Industrial Menyebabkan British Memerlukan Bijidima Untuk Perusahaan Menggending Makanan 欧洲工业革命导致英国对锡的需求越来越多，以便用来制造罐头食品。Negeri negeri Melayu yang kaya dengan biji timah mesti dikuasai supaya mendapatkan bekalan biji timah yang berterusan serta murah dan menjadinya tempat memasarkan hasil keluaran kilang mereka.英国必须掌握拥有丰富锡资源的马来国，以便获得廉价与连续的锡矿供应，和让马来国成为促销他们工厂产品的市场。单元 1.2 就到这里，接下来这是单元 1.3 的路上属于南嘎巴瓦门兰加甘布塞岸苏伊士运河和蒸汽船加速了竞争。德鲁山水迪布格巴达达昏沙杜拉巴恩南省迪兰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开始行船。德鲁山以你们昏蹦感拉乌梅拉等个拉乌梅迪德瑞尼安这条运河连接了红海和地中海。第二门门的甘布加拉南达的英格兰、埃罗巴克、印加、阿夏等加勒丹、齐纳
它缩短了从欧洲的英国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旅程。本期单嘎巴完门不接巴，干不加拉难，但大巴门把我摸单了呗巴呀。蒸汽船的发明加倍地加快了行程，也可以携带更多的载荷。这是单元1.4个冰邦安加波单安瓜斯 L 巴莱。其他欧洲力量的干政所造成的焦虑。British 的阿甘门比亚干瓜斯瓜斯莱恩加波单安的阿夏等。英国不允许其他大国在东南亚的干预。布兰德德拉姆罗斯干瓜斯尼克印度尼西亚，马勒卡勒布兰吉斯门杜多基印度奇纳，但是班牛门杜多基菲律宾纳。在当时，荷兰已经占有了印尼，而法国占领了印度奇纳，和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好，单元1.4就到这里。现在让我们进入单元1.5，巴杜卡兰格拉加门乌巴达萨 British 政权的变更改变了英国的政策。巴拉达温萨杜拉班杜就迪格巴蒂 conservative 门安比阿列布丘格宾宾南 British 达里巴蒂 liberal。在1873年，英国保守党接管了英国自由党对英国的领导。Kerajaan baru British telah menukar dasar tidak campur tangan kepada dasar campur tangan. Inggris 新政府从其不干预政策改变了成为干预政策。好，单元 1.5 就到这里。现在让我们进入单元 1.6， 这是干不大干们不接巴江波档案。商人给予的压力加快了干政。格阿德安呼噜哈拉迪的格里的格里姆拉尤丁布阿基巴伯德林加汉迪加拉安本不萨但本加都汉公司格拉奇纳。马来大臣之间的纠纷和华社黑社会的斗争使马来国一片混乱。不达干迪的格里的格里斯拉们德萨布迪斯江波档案但们林东一个本丁安布拉伯兰姆雷格。海峡殖民地的贸易商人要求英国的干政，以便保护他们投资的利益。Pada tahun 1873, selama 243 orang pedagang negeri-negeri selat menulis surat kepada setiap usaha tanah jajahan British. Lord Kimberley bagi mendesak British campur tangan. 在1873年，共有243位海峡殖民地的商人联合写信给英国殖民地的秘书 Lord Kimberley， 以催使英国紧急的干预。好，单元 1.6 就到这里。现在让我们进入单元2，格阿德安迪佩拉斯拉格，那个女生名字。